你不要一直堆叠上去。我现在回答你，一个设立机构就违法，行为在有没有违法？院长，这件事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跟你讲，违反哪一个条我都知道清清楚楚。你还在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那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对2019年他到台湾来这边参访有没有违法，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回答就他设立机构本身就违法。虽然你一直在撞墙，你在鬼打墙，一直在回答，我就跟你说这个部分我知道他违反的是哪个条例，你还是跟我讲这件事情，那你一直不回答我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持续的要抹红清大，我觉得莫名其妙。谁在抹红清大？是你自己在堆。你们的委员一直在抹红清大，那么吵干什么？在记者会这边，在这，所以我在问，在无罪推动的一个情况下，我在问你们有没有查到什么实证嘛？没有查到实证的时候，你们就直接抹红学校，抹红国立大学，抹红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样适合吗？吵死了！回答你就说设立就违法嘛，你要问还有没有什么行为违法？我告诉你，设立就违法，听懂了没？院长好哈。喂，你好。现在两岸交流哈，几乎政治交流几乎等于零了啦哈，几乎快要等于零了哈。那个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就是清华海峡研究院，因为就发生在我们新竹清华大学，那我特别的关心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请教院长，目前这个案子处理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度？那我请部长跟你说明。是，我跟委员报告。那因为这个事情后，那教育部跟陆委会以及经济部就这方面到学校来做一个了解。那目前所了解到的是，学校一个校舍是租用给这个自强工业基金会，那在这个工业基金会又在转给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海峡研究院的在新竹的办公室。这个情况下是跟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有所抵触。OK，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很明确了嘛，所以因为我也看到你有对外表示说这个问题已经移到经济部那边去，要对这事情做惩处。但所以说你现在惩处的对象是谁？依据的法条是哪一个法条？跟委员说明一下，现在主要是这个基金会是工业基金会了，是由我们经济部做主管啊。经济部当天也到现场也了解到，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成立那个新竹办公室的这部分有相关的成员他是在执行这个相关办公室的事务，所以主要会是这两大部分。OK 哦，你没有回答我哦，就是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它违反这部分，因为你移到经济部去，你是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哪一条来开罚的？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应该是33(2)还是之一吧？33(1)啦哈。对。那我想问一下，是第一项第一款还是第二款？那个跟委员报告，因为经济部也很审慎，他会就这个部分请基金会实际上的在做这方面的程序说明。好，那所以说基本上目前教育部这边跟陆委会跟经济部这边整个一起去查了之后，觉得是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这边的问题，对不对？租房子、租办公室的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嘛，哈。那清华大学这边，清华大学这一边的时候，你们有查到他有什么样子去销售或者是窃取台湾高科技的一些技术，然后协助他们延揽人才相关的问题吗？有没有？跟委员再说明哈，因为清华大学是这个校舍的主管单位了那对于这样的这个租用后，所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租用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们针对基金会这边去处罚的时候，就表示这个问题出在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而不是清华大学。那我想问的其实是清华大学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查到有一些相关的事证是不法的？清华大学，我应该这样子说哈，因为在执行的是那个基金会，但清华大学是不是有相关人员有实质参与，这个有尚待厘清。所以现在还没有查出来嘛，哈。那已经有段时间。那还没有查出来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了，就民进党的委员就已经开始在抹红清大喽，已经开始在抹红清大了，就把什么之前照片，包括2019年哈北京清华大学来参访的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就说我们的新竹清华的前校长被渗透了。这个委员部长，
委员，这不是抹红，是他是红。对，他现在抹红的是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院长，所以你觉得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是也是红的吗？你说对就对。就是、我没有说对，是你说的。对啊，我说是北京清华，因为有民进党的委员，民进党的委员直接点名拿出2019年北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来台湾参访，到新竹清华大学，到台湾大学，到文化大学。然后2019年他们来的时候，有没有正式的申请？院长有没有正式申请？好了，我解释给你听来。第一，不是他行为违法。是他这个是陆方的分支机构，就不能在清大。你先回答我，2019年，我现在要问的是2019年北京清华大学副校长来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申请，有违法吗？好，来，委员，因为现在民进党指控新竹清华大学的前校长，因为跟他拍了照，表示他被渗透、被抹红，这样子的指控，院长你觉得是适合的吗？我来答询嘛，啊，好来，你问他。有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这个设立本身就违法。我问的是2019年，院长，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你听懂我刚才答询吗？我知道，所以现在我刚刚问他，院长帮你回答我。他在新竹设立清华海峡两岸研究院这个办公室，他违反哪一个条例？哪一条？你告诉我。陆方机构不得在我们校园内设。我理解，所以他违反哪一个法律？你告诉我嘛。这个确实违反抵触两岸人民。院长，你要回答，你回答我，他违反哪一个法律？你告诉我。不只是行为违法，是陆方分支机构不得在台湾大学校园内设立。院长，我了解，可是你一直没有懂我的问题。了解就好。我说你要说他们在这边设立机构，是因为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得在这里设立第42条。我理解你要讲这个东西，可是我要问的状态是。他违反这个法律的时候，可是现在的时候，部长跟我说违反的是33之1条。那这个部分的时候，针对基金会这边在做惩处，所以我问的是清华大学，因为我要了解院长跟部长对于清华大学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立场跟定位，跟基金会是不是有所不同？还是你觉得因为基金会这边租了办公室给了这个海峡研究院，所以？新竹清华大学就是一个红的，就是一个跟北京、跟大陆在共谋、在串通。你越描越多了啦！我现在回答你两个，你刚才问他有什么行为违法，我说他设立分支机构以台湾，我知道院长，这个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40条、第42条嘛，我都那么清楚跟你讲哪一个法条违反哪一个法条。你一开始问他。所以我要问的是，2019年北京清华副校长到新竹这边来参访的时候，有违法吗？设立机构，是你们民进党就直接抹红他，他被渗透，这样子适合吗？红的分支机构不能。你身为我们台湾这么多国立大学的主管机构，结果你对于这样子国立大学的校长、国立大学被抹红，你完全都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你不要一直堆叠上去。我现在回答你，一个设立机构就违法，行为再有没有违法？院长，这件事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跟你讲，违反哪一个条，我都知道清清楚楚。你还在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那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对2019年他到台湾来这边参访有没有违法，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回答就他设立机构本身就违法。虽然你一直在撞墙，你在鬼打墙，一直在回答，我就跟你说这个部分我知道他违反的是哪个条例，你还是跟我讲这件事情。那你一直不回答我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持续的要抹红清大，我就莫名其妙。谁在抹红清大？是你自己在堆。你们的委员一直在抹红清大，那么吵干什么？在记者会这边，在这，所以我在问，在无罪推定的一个情况下，我在问你们有没有查到什么实证嘛？没有查到实证的时候，你们就直接抹红学校、抹红国立大学、抹红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样适合吗？吵死了！回答你就说设立就违法嘛？你还问还有没有什么行为违法？我告诉你，设立就违法，听懂了没？我早就听懂，所以我直接跟你讲说违反第42条，然后你再跟我讲，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违法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一直不回答。2019年来有没有违法嘛？我再给你解释一点好吧，持有毒品违法，
使用毒品违法，现在告诉你有持有违法，你问有没有使用。来，院长，我理解刚刚部长他也很清楚在讲说，目前针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1)第一项第一款的部分违反这个部分，所以针对自强科学、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要求经济部去惩处，所以违反的是这个条。那你认为这个研究院在台湾设是违反第42条？我都清清楚楚。然后我问你的是，2019年他们来参访这件事情有违法吗？我们讲的设立就不行。院长，你真的鬼打墙哎！我一直跟你讲，就是你讲的部分就是违反第42条，我讲了100遍42条，你还在跟我讲这个部分，你怎么回答我问你的问题？院长，我问你一个事情哦，你知道清华大学里头有一个清华基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哦。部长，你知道清华基金吗？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哈？那是学校自主范围啊。清华基金哈，它是怎么来的？清华基金它里面本来有，它里面有一个具体的保管运用办法，第二条里面直接讲到，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来源系指财团法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之红利或孳息拨于本校部分，称为清华基金。好，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部分是，北京清华跟新竹清华，它本来就有很深的历史的一个渊源，所以针对这个交流的部分，现在教育部针对清华大学这个问题，你院长这边讲到一个法律问题，我在问的其实是，是不是有涉及国安的问题？部长说还没有。还在查，那在还在查的时候，情况以无罪推论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就直接抹红清华大学？没有抹红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抹红大学的前副校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不适合的。那么现在教育部又表示说要去彻查各学校，已经函文给各学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部长，你有这样子做了吗？不对的，你讲抹红，没有人去抹红他。院长，你知道之前你们有委员开记者会直接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没有掌握到你们各个委员的一个状态，你来跟我说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离谱哈。你们之前有委员，你们之前有委员直接讲哈，你要扯到什么清华庚子赔款，莫让两岸清华一家亲成为台美战略互信的破口，里面还直接讲说他怀疑，严重的质疑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是清华大学的白手套，直接指控到这个状态。部长院长，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们也当作没有这一回事，都不需要去厘清吗？你扯到清朝去了，越扯越远。不是扯到清朝去，历史是持续下来的，你们坐点忘主，不了解历史，然后在这边讲这个部分，然后再跟我争执。在台湾，院长，我跟你问一个问题哦，我跟你问一个问题，你的祖先也不是直接从石头蹦出来的，也是有渊源嘛。少乱骂，在台湾土地上吃台湾米。我们本来在台湾土地上，我们从大陆过来台湾已经第7代、第8代了。你不用再跟我讲这个部分。那我再讲说一个历史，能够教育部他对于台湾的历史可以不去管他吗？对一个学校的历史不去管他吗？你没有办法回答清华基金从哪里来？你在这边更小 keep 一边就奇怪啦。你才是。然后我要来问一个状态哦，院长，台北大学，好。直接跟民进党新北市党部，像我办这个计划，你觉得 OK 吗？你觉得办这个计划，你觉得 OK 吗？你在那里乱，还在后面泼水，暴力分子、小偷行为。院长，你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你就一直在找以前的历史，在讲这个部分。你大家觉得你要上台报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抗争的动作有什么不对？然后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回答问题，你没办法回答我的问题，你在扯以前的事情。我现在要问你，2021年
台北大学跟民进党新北市党部在办公共政策研习班，这件事情你觉得 OK 吗？我没有你扯那么远，还扯到清朝。我扯的是上个月我在这里施政报告，你在后面拖破水。院长，你就只会能够在这边砍瓜。我今天在做质询，我要回答你的问题，你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一直在这边瞎搅和。你扯。然后我要问你，2021年公共政策研习班，台北大学跟民进党新北市党部合办这东西，直接挂名主办单位，这样子你都觉得适合吗？你以前在讲党政军退出校园的时候，讲的那么大声，现在你们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吗？你还在这边讲这边之前的事情。我在这边讲整个历史，清华大学本来就不是突然间重新。我讲上个月的事情而已，你扯到清朝。我知道，可是你一直不愿意回答我今天在立法院总咨询问你的问题，你一直在砍拖这家。我问你一个清华大学问题，你回答不出来，在这边鬼打墙。我问你，台北大学跟民进党新北市党部。这边你也回答不出来，你又讲我们吵死了，你不回答我问你说你吵死了，我也觉得你很吵死啊，一点能力都没有，你本来就应该要下台的啊。你不敢正面来偷偷泼水，暴力分子，小偷行为。是因为。